昨天啊，昨天还是就蛮特别的一次见面啊，就是原本只是希望能够看能不能约约他，在我们电影首映的时候可以来看我们的电影，然后想说，干脆当面邀他好了，不用电话联络，直接反正都要来美国了，就直接当面约他跟他邀请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，不过。 你看他，他其实还蛮高兴的啦，还蛮高兴的，就很亲切，没有想象中那种明星的那种光环这样，完全就是一个很像邻居、很像朋友这样子的关系这样。然后聊到棒球，聊到什么，他都想到的就是他高中时候在打棒球的一些情形，就是换回他那个最原始、最原来的那个。 那个很纯真的那个年代的他的心情这样子，还蛮特别的。